被三个大佬追杀，你还能通关吗？ Dream 作为我的世界的传奇玩家，不但拥有无数高光时刻，也是第一个被制作成模组的真人玩家。在这段视频中， Dream 的三个朋友将阻止他速通 MC， 只要击杀 Dream 一次，游戏立马结束。比赛伊始， Dream 便和朋友展开追逐，装备劣势，血量不满，瞬间就被逼到绝境。但就在他仅剩最后一滴血的时候，身上的封印仿佛被瞬间解除，在重重包围下，这个神奇的男人用着各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操作，不断上演着极限逃生。无奈的猎人决定不再追杀，而是直接前往末地设伏，因为 Dream 想要通关，就必须要在末地击杀最终 BOSS 末影龙。然而彼时的 Dream 却并不着急，反而开始击杀怪物挖资源，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末地的攻略。他究竟要做什么？就当我们带着疑惑看着 Dream 进入末地传送门的房间之后，他用一系列的神奇操作完成了这个堪称 MZ 史上最精彩的爆炸画面。 What? Run! George! No! Yeah!